同样是道路消息，中横公路台八线167.5公里，也就是文山路段，昨天上午10点左右呢，上边坡就像这样土石大量坍方。那么今天早上7点是单线通车。昨天中横公路天祥到文山路段这一处天然隧道旁，再次无预警发生大量土石坍落，造成双向道路中断。而洛韶公路段抢修之后，今天早上7点终于采取了单线通车，提醒右路人要多加留意。